集散地溜一圈看看啊。哇塞，这个电子管就剩个管了。破了吗？感觉不出来，晃动一响声。坏掉了。曙光76年1月份，这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不知道。这好像是一台示波器吧，这个大管子我看网上有人卖，把这个改装成电视机啊。这个显像管这么多电源，这个是交换机，中兴的，怎么淘汰这么快呢？这个华为，这一般的用不上啊，大公司才用得上。哎呦操！这是什么东西还能拉出来呀？这啥呀？怎么这个最后一根就拉不出来了呢？这个叫什么？中兴全球风阻传送网设备，这都是大公司用的。哇，别把我砸坏了。这电焊机吧，焊条，德利西，那大品牌呀。这上面是电焊机，电焊机，这是台什么东西去？超声波扫描显像仪，这个不认识，这东西不懂啊。这好像有当年那个什么，这是搞身份证那个使用的。万利达，估计还能用，就是廉价感挺强的。索尼的录像机吧 ，LD 牌 ，CD。这是 LD 盘，这是个天龙的吧？这又来了一车货，全是这些东西。漫山遍野全是这些东西，这好多录音机啊。
这一兜子全是。这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哦，索尼的，看见没有？看这个标，索尼的，两个波段，这个砸成这个样子了，把线给剪断了。Made in Japan。看到一个康巴斯的钟表，日期还对了，现在是，还有带温度显示的，怎么就扔了呢？2017年12月份，这怎么就扔掉了呢？这个钟表还好着呢，康巴斯。哎呦，这个电源怎么这么重啊？这种东西深圳出的，没啥用的。录音机，这是什么？电子琴的设备。哎呦，这个国产东西，你看线做的多细，跟儿童玩具一样。这啥牌子？上海牌，上海录音机，锈了。这台熊猫，哎呀，这只能做配件机用了。那个日本爱华，这个机头是什么型号？这个机头不认识，海鸥，海鸥，有点像夏普的800，给人家放进去吧。这个是个爱华的，里面一个好机器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都砸稀巴烂了。哎呀，废品一样。哎呀，我这双手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脏了不行了。哇，这台海，这还有一台哟，海鸥的，这啥型号？木盒子的。看下去，这灰不拉几的，这把我手弄脏了，我不进去了，不进去了。这个肯定不错，但是砸坏了，破了，没希望了。中国联通的台卡器被微信支付宝干趴了，这个贴现有点用吧。 GSM 2G 信号，没用过就抛弃了。下关测绘测信号的，请勿带电插拔。中国联通2004年，我操，这么老了。工业垃圾，这个录音机好像挺不错的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我靠，这飞利浦可以啊，就砸个稀巴烂了，带调频的，飞利浦的单杆了，这录音机可以，没砸坏之前应该可以啊。哎呀，好东西被糟蹋了。
好东西被糟蹋了。哎呦，哎，可惜了。这个血浆管里面是这样的，这是那个血浆管。哟，彩色血浆管，神州。这个神州是哪里做的？深圳是神州，中国长城计算机，福建龙岩石岩，这些东西淘汰了。看这里，广东是番禺，最后坏了之后还是拉到广东去，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啊？彩金，这是一台什么牌子的？这还有个，这个，这啥牌子啊？这飞利浦三星，这个做画图的话，做那个 CAD， 还有 PS， 它的清晰度比现在的那个要清楚一些啊。但是费电，联想高亮纯屏显示器，对，2004年，可以淘汰了。快20岁了，这老板一定是不卖啊！价格，这全是彩色监视器，全是彩色的。哇，开关电源，这是漏电开关。完了。没看上好东西啊，看上了一个 UPS 电源，老板张嘴80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太贵了。这是基站，通讯基站。像这种大电源不知道干嘛的，这么大一个。这是韩国。天津很多韩国企业，这不是那个什么锅吗？这锅好贵啊，这是什么什么去日本买的什么锅吗？怎么都卖了呢？锅呢？只有锅斗了，没有锅了。这卖东西怎么连垃圾都直接卖到里面了呢？小冰箱拆了，蒸发器。那有一台大的是吗？这是东芝的还是什么牌子的？看一下。哎呦，看见这个好几万呢，长虹哦，电视机是背投的，背投长虹的，里面有几个，有一个，这个屏幕是有小心有毒啊，里面有一个，有两个那个投影仪的那个在那个下面呢，这个原理可能没人知道，一个俩应该三个。1、2、3换到这个玻璃上面，然后投过来，投影仪的那个设计啊，这个有寿命，背投电视，这肯定是日本东芝的技术。这个投影仪可以取下来，把这个东西啊，家里有块玻璃穿到墙上去也能出效果，这就是那个投影仪的原理，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啊。这个电视机最少的当年可能2-3万，长虹幸运星有人用过吗？哎，可惜了，这里废品一文不值。哎呀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这好像是大的那种散热的。哎呦，这里不去了，有油。有油就不去了。
被搞手上油洗都洗不掉。这是擦点什么呀？这是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是，这好像是油浸式的，这好像是变压器上面的吧？油浸式变压器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？我感觉像是380转220那种东西啊。这还有小冰箱，哪天你租房呢，跑这来买冰箱可以啊。哇，这直接拆耶，这冰箱全部拆成这个样子了，拆成空壳子了，里面不去了啊。咱们只对电器，小电器关心，大电器想买也买不走。哎呦，没啥看的。这一台背头三星，这个没被砸烂了，这一台背头的，哎呦砸烂了，哎呦分离了，前后分离了。 TCL 监视器，哎呦，这是彩色的吗？这不是 TCL， 上海嘉显电子公司生产，这是 TCL 的彩色监视器。这个车载冰箱啊，不，车载冰箱吧，能打开吗？这钓鱼可以啊。哇，这冰箱可以，挺大的。哎呦，拆了，后面那个发动，这有压缩机那一块没了，压缩机掉了，废了。